开饭喽！干什么？谁允许你跟我们坐在一块吃饭的？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吗？真是倒胃口！我虽然不知道当初我爹为什么非要我嫁给我，但你记住，我王嘉欣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，滚！说得好，不愧是我张潇看中的女人，有魄力。原来是张氏集团的太子爷大驾光临，老朽有失远迎。哎，王夫人不必客气，我这次是来送礼的。哦，愿蒙其祥。这个是我们张氏入股王氏的股权合同，只要你们签了它，资金一次性注入。是。另外，这卡里有一个亿，是我向嘉欣提亲的见面礼。张潇，我和嘉欣早已是合法夫妻，你今天这番言论未免欺人太甚了。王夫人，这位是张小姐，别误会，这是我家一个佣人。哦，王氏果然厉害，就连一个佣人也敢这么嚣张。张公子还是请回吧，我们王氏啊，不欢迎你这种人。住口！你说什么东西？我们王家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？妈。张潇此人阴险狡诈，这合同肯定有问题，你要相信我啊！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叫我妈。我姓孟的，以前有我爸护着你，我就当养了条狗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看啊？从现在起，我们王氏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我给你5分钟，立马给我滚出王氏！住手！